看这一题，他说坐标平面上哈，圆伽马的圆心在57呀、啊，啊半径是 r， 哦半径的话是 r， 然后他说呢，跟 sy 哈、哦、y 轴都有相交了，且点10、14哈、哦、在圆外，那么他问哈、哦、r 可能为下列哪一个选项啊？那么到这个 r 的话哈、哦，比什么呢？比这一点到这一点的距离小，也就 r 的话哈，它是小多少呢？根号，这个减这个是5啦，5的平方加上这个减这个是7，7的平方，像多少呢？25哈，加上7，49，等于14积74的，开根号。也就 r 的话它是小多少？74。啊，我们知道那个这是8点多了，哦，因为99、81嘛，8点多了，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选项。好 ，A 他说是8，8的话对了，哦，因为 r 是8的话哈，小于8点多嘛，所以这个选项是对的。啊，其他都大于8，所以不对。所以答案应该选 A。